身高161公分，那这穿起来的比例哦，我真的是满满的自豪，弹性绝对爆炸爆棚。那我觉得它还有个亮点，就是它是直条纹的，它就是更直更修身更修腿型。然后我身高161公分，基本上不需要改任何的长度，屁股的地方更好了，完全高弹，还有呢完全看不到你的屁股在哪，你只看到你整个人很直腿很长，腰围的地方完全自己绑，反正它也不会很松不会很紧。然后呢这边我帮大家做一个小铁片的这个包边，你洗涤的时候比较不会坏掉哦。丝袜的那种弹性感，你可以看到这件可以到这里，非常非常厉害，然后整个很柔软，而且它其实间距粗度做得很好，因为有些可能做得太细啊，它其实会让你看起来胖胖的感觉，但是它是做这种粗条，然后跟白色这样交织的成，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种破坏的美感。